尘回忆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舍去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。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，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起源宗实在是太可恨了。上当的人也笨啊，以为拜个神就可以天上掉馅饼，活该被坑。哎，秦明，居堂主回来了。看见了，千军，咱们正武盟的堂主之中，唯有他没有真刀真枪的拼过，脚踏实地的赢过。对，堂主的位子他不配。我还以为纪晓棠早没了呢。千军，启明，十方是同门，又是堂主，你们俩休得无礼。是，魏堂主，下去。十方，阿雅，喜酒未见啊！我现在还要去吕大之家看一看，你呢，照顾好客人们，等我回来，请你们喝酒。告辞。哎，十方啊，这位大哥倒是挺豪爽仗义的啊。阿雅是永武堂的堂主，平日人缘极好，啊，也是我在正武盟最要好的朋友了。刚才那个徐启明和陈千军就是他堂内的人。哦，石方，你的技巧堂有多少人啊？目前就我一个。啊，那不是说明这年头玩机关玩得好的人更少了？石方，我觉得你更厉害哟。谢谢你，小月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正武盟看上去怎么啦？不错哈。挺好。还有那儿呢，前面。前面。走，快点。昭言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好想你。我也是。看来小昭言并没有想我们。前辈还是那么爱开玩笑。老兄，刚刚你怎么不在？我方才听到了外面的骚动，但我毕竟不是正武盟中人，所以便在此等候了。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，一定要尽快剿灭起源宗。欢迎诸位来到正武盟。明秀姑娘，你师父近日可好？劳烦盟主关心，家事一切都好。盟主，这几位就是我在信中提到的朋友。那是小月、今朝，还有贤卿前辈。早在十方信中就知晓三位的名号，近日又从洛家主口中听到你们的英雄事迹，今日一见更胜耳闻。总盟主过奖了。十方啊，出去这么长时间只捎回来两封信。对不起啊盟主。总盟主，这一路行来，十方帮了我们很多的。没错没错，捣毁起源宗在落日村的据点，十方可是立了大功呢。是吗？啊，看来十方此次出去历练一番大有长进呢。
诸位少侠，快尝尝这景安特有的冰饮梅子汤，用来消暑最是合适。请。好凉。慢点。月姑娘若是喜欢，还可以再。再来一碗。你还真是不客气啊。谢谢。我许久未曾回来，对这家里的味道还真是想念得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在这儿多留些时日。啊，我是说，那位兄弟，再给我也来一碗。听十方信中说，你们也在追查启元宗。左盟主，启元宗作恶多端，铲除他们是我们分内的事。玉兄，我已将贬落环之事告知了左盟主。正武盟和启元宗虽缠斗已久，但我们一直没有其盛宣的线索。不过岳少侠不必气馁。说起来，近日我们收到不少英雄好汉发来的匿名情报，根据这些线索，我们一举剿灭了启元宗江宁分堂的据点。恰巧启元宗宗主正在当地巡查，被一同剿灭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块此前洛家主从落日村据点发现的晶石，可惜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来历。几位可有线索？这不是乌岩村的晶石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落日村？不如拿晶石的情报卖个人情，日后也好托正武盟帮我们暗中追查一下身世。切，你看这晶石像不像我们在乌岩村看到的？没错没错，我记得我刚醒来的时候好像看到过这块晶石。左盟主，我们在乌岩村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既然这晶石与乌岩村有关，若盟主不嫌弃，我们愿意前去查探。楼兄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好，那老夫就静候佳音。几位少侠既已来到景安，这几日呢就让十方好好招待你们。是。大家快进来吧，这就是我的技巧堂了。啊，石凤，你的技巧堂好好看啊。哎，石凤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测风力用的。测风力有什么用吗？哦，这个自然是有大用处的。这个在打仗之时、农耕之时，风力的测算都能用得上。斋爷，你好厉害呀。是是是，我房间里还有好多有用的东西呢，我再带你们去看看。嗯嗯，走。这儿。这就是我的房间了，大家随意参观。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房间。别碰别碰，这可是我的防御机关，不能随便乱碰的。其他的你们都可以随意参观。小石方对机关还真是异常热情啊。何止是异常热情，这些木头机关他巴不得拿来当饭吃。法由术起，机由心生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世人都看到他们的好处的。是啊，那这还得靠居大侠将来把他们发扬光大了。谢谢金钊啊，前辈。多谢。小昭言，来喝茶。多谢前辈。你来景安也有数日，有没有什么好景推荐给我？我这几日都在正午盟内，不曾游玩，前辈不妨问问十方。啊，是啊，贤卿前辈，你要是对景安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，可以随时问我。诸位，我有一些疲惫，先行歇息了。多谢小石方，不过现在日头有些足了，我先去补个觉。今朝贤卿前辈和昭言怎么感觉怪怪的？
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贤卿前辈喜欢昭言吗？洛兄和贤卿前辈可都是堂堂七尺男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们俩这种就是喜欢啊。当然是喜欢了。昭言看贤卿是这样的。贤卿前辈看昭言是这样的。难道贤卿前辈就是话本里说的单相思？啊，这不是出大事了？出什么大事？饿了吗？带你去吃小吃。嗯。哎，那我带你们去。你收拾机关吧。吃好吃的哟。对哦，那你带小月吃好吃的啊。来，姑娘。谢谢。老板，我要马蹄糕、桂花糕、芝麻糖、栗子酥，还有樱花酪。姑娘，甜食滋腻，吃多了会伤身的。可是我全都想吃。多来一样吧。锦昭，我还要喝那个梅子汤。你不会以为我们今天还有钱吧？对啊。姑娘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我去拿点油纸啊。珠儿，珠儿，我可找着你了，珠儿。你是谁啊？走，娘给你做个好吃的去。慢走。我不认识你。去。哎呀，珠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珠儿，他抓我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二位对不住，这位是内子，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女儿刚过世，内子因为经受不住打击失了神智，所以看见年纪相仿的姑娘就错认成了竹儿。抱歉，对不住啊。竹儿，姚芳，那不是竹儿，你认错人了。是竹儿，竹儿，你看看我呀，竹儿，你不认识娘了，你不认识娘了。姚芳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那不是竹儿啊。竹儿，竹儿，蜜汁藕，小龙蒸包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豆腐烙。放心，我不走。不走好。启行，快给珠儿把碗拿过来呀！你叫我什么？启行啊！好，来，碗来了，碗来了。你怎么那么粗心啊？你都忘了咱珠儿最爱用哪个碗了？哦，你等着，我去拿啊！我这就去拿，我去拿。你爹呀，他就是粗心。来，还是你娘心疼你，珠儿最喜欢用这碗了。啊，娘一直惦记着呢。珠儿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下次如果来我们几时糕点随时欢迎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让珠儿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姚芳，你又忘了，珠儿已经嫁人了，总不能老往娘家跑吧。嫁人？吃东西吃得满嘴都是，以后我不在可怎么办啊？嫁人了，嫁人了，嫁人了好，嫁人了好。冰糖葫芦。嗯，今朝这个糕点，虽然看起来没有街上卖的好吃，但就是觉得很好吃。难道这就是娘亲的感觉吗？也许吧。下次我们还来好不好？再去这个，咱们喝点吃的菜，吃吧，吃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哎，前辈，这么多人呢。哎呀，前辈，启启，你自重一点。
你自重一点，你前面。小昭言是在让我自重一些吗？这位客官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啊！你看，这狗我没看牢，让它从后面跑过来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马上弄走它啊！坐。小昭言不是说累了，需要休息，怎么来这儿了？还跟一只狗交谈甚欢？歇够了，出来逛逛吗？既然在这碰着了，不如一起喝杯茶。好啊，前辈先请。话说小昭言，怎么连狗和脑都分不清楚啊？有感冒症状，九九九感冒灵，暖暖的，很贴心，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今朝，你说，景安这么美，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为什么大家还会相信启元宗啊？可能他们觉得心里空吧。空？是啊，就像三年前你醒过来的时候，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纱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。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个小笨蛋啊。哼，对，你才是小笨蛋。没说完呢。不过还好有你这个小笨蛋，天天在我旁边烦这烦那的。我就是渐渐觉得有你在身边还不错，每天光顾着照顾你，都没有时间胡思乱想。否则，我肯定要去性格什么来填补心里的空喽。好吧，看在你夸奖我的份上，这个给你。嗯，不饿了。这可是最甜的一块，我特意留给你的。你居然会把好吃的给我？嘴角沾东西了，之前我沾上的时候你不是一直给我擦吗？那是洛兄和贤卿吗？是他们两个。小昭言，其实你不必觉得欠我的。这毕竟霸占了你的妖力二十多年，甚至还害你受了重伤。千金难买我愿意，而且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再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你说的，我都有听。清朝，我们这样子偷看会不会不太好？别瞎说，我们这是关心同伴，你懂什么？快看。我大概还有些事，先告辞了，前辈。小昭言还要躲我吗？我以为我们已经把话说清楚了。没有，没有在躲你。那为何在鸡脚堂那么着急要走？还是说小昭言没有把我当成朋友？怎么会？前辈自然是我朋友。那与妖做朋友，小昭言就不怕传出去
有损洛家的声誉。前辈，作为朋友，这种话就不必再说了。看来不能邀请小昭言共赏夕阳了，我先走了。他们走了，我们快跟上去。你跟贤卿，我跟昭言。好，那你一个人别走丢了。走丢了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会找到我的嘛。走。贤卿前辈。小秦昭，你怎么没跟小月在一起？就不怕小月像鱼儿入水，鸟儿归林一样，找不到了吗？我跟齐友心有灵犀数，就算让他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他。倒是前辈一起看夕阳这种事，不说清楚点，人家真的不理解呀。小金昭是在偷听我和小昭言谈话？那倒没有，单纯经过。好巧，巧啊，月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觉得正午盟内太闷热了，过来河边凉快凉快。月姑娘怎么没有跟月兄在一起啊？我也不是一直要和他在一起的吧？月姑娘，喝茶。没事，不慌不慌，不慌，我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坐，你先坐着。昭言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洛兄应该是女子吧？小金昭是如何看出来的？跟洛兄结伴同行到现在，除了封烟翼那次，洛兄一路上宁愿多花钱也要住单间，从不同我们一同洗澡，而且斗狗时全然一副女子气态。前辈对洛兄有仰慕之情？哎，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小金昭看小月的眼神也藏不住的。小金昭，前辈难道真的和洛兄？小月的好奇心这么重，原来都是跟小金昭学的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说小月，小月就到。你想干嘛？金昭，贤卿前辈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昭言出什么事了？昭言是个女孩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昭言和你不太一样，但和我好像差不多。很多地方不能乱摸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要扮成男孩子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问他。那明秀姐呢？你以为呢？原来只有我和十方不知道。今朝太过分了，你这个骗子。四正，属下也安排妥当，这几个人都查清了。臭今朝，明知道昭言是女孩子都不告诉我，贤卿前辈也是。哎，我也是才知道，都怪贤卿前辈。与我何干？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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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昭言是女孩子，不
不然我们还以为贤卿前辈你喜欢男喜欢男为人是不是？什么话都乱讲，怎么什么话都乱讲？走吧。等一下，前辈，唤醒醒，狼妖，狼人啊，有狼妖！我们先带他走，去走。醒醒，走。快，赵家那边，快快快，有妖妖，拦住他们，你看。千金。总盟主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正武盟从不与妖魔为伍。狼妖不是我正武盟的客人。盟主，这二人窝藏妖物，咱们一起拿下。上。洛家主，明姑娘，难道你们也要与正武盟为敌，与狼妖沆瀣一气吗？洛家主，明姑娘，快杀了这狼妖！我就知道洛家主是深明大义之人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盟主，不要跟他们废话了，兄弟们，上！Yeah!
小心我走。别打了，金哥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。盟主，贤卿前辈虽是妖，但他一路以来帮我们追查起源宗，危难之时又救我们于水火。盟主，贤卿前辈他是好妖啊，盟主。石方 ，Rock。左盟主，既然正武盟的规矩是不与妖为伍，我们离开便是，何必伤他性命？是妖，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。谁都别想伤害贤卿前辈。全部拿下！金正，起！金正。快点，先去前面走啊！走！哎，不行，跑不动了！哎，小心着，小少爷，连累你们了。师兄弟就不要说这种话。我去前面，兰姐，争取时间，你们保护好贤卿。那我也去拦截，一定能拖到你们带走贤卿。你愿意跟妖道兄弟吗？现在还有力气说这种话？你的身份十方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所以你早就是我兄弟了。走，放我下来吧，快去找小月。去吧，月兄，这里还有我。来，OK， 去吧。那你们小心。小少爷，让你担心。说什么呢，前辈？不知是谁放了幻形香，再吃一点，你就会被伤到了。师父，谁也不能伤害贤卿前辈。别乱晃！
心动悄无声息，岁月了无痕迹，以月色作序，写一纸回忆都有关你，所有欢声笑语念错你，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个笑容泪滴都为幸福落笔，万水千山我在苦苦寻，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忆，与城市的静谧觅得你的身影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，只此一念我在苦苦寻，长此一生愿共你悲喜，与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姓名，别怀疑我心事中如意，等风起等雨停，等久违的激情，和你越来越近，看北极星，心动悄无声息，故事了无痕迹，以月色作序，写一纸回忆都有关你，所有欢声笑语念错你，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的笑容泪滴都为幸福落笔，万水千山我在苦苦寻，空旷山孤独与我回忆，与真实的静谧觅得你的身影，往后余生不离不弃，只此一念我在苦苦寻，生愿共你悲喜，与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姓名，别怀疑我心事